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命的大叔。我一位。我也想来金牌子发展。哎，好，谢谢。那现在要等一下才能进去了哦。那我会喊，好不好？哎，好，谢谢。两位，两位，好，那重来一遍哈、哦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Mike大叔哦。今天这里是这个月盛哦，月盛冻饭生鱼片握寿司店的综合店开幕的第二天哦，因为它目前有标榜说内用冻饭是半价哦。好，那要在内用，然后早上就来排队哦，才能够吃到半价的生鱼片冻饭哦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。现在已经整个人潮都爆满了哦。好，那这家店想必也是非常有名哦，在锦屏路335-3号。好，那这墙壁上就有写哦，月盛开幕庆，12月8号到10号，全店冻饭一律半价，只限内用哦。然后店里现在满满的都是人哦，然后料理区的生鱼片看起来都很新鲜哦，好，可以大概看到一下哦。好，那全部的 menu 就在这边哦。好，原则上最上排是比较便宜哦，第二排就200多。然后第三排300多，好，那我今天想要试试看这个，或者是这个其中一个。好，那网络上应该可以找到他们 menu 的照片哦。好，那大致上是这样。好，那这里面内用区域现在都是人哦，大概看起来应该可以坐个20来个人吧。好，那门口有营业时间哦，可以注意看一下。哦，总共等了大概差不多将近一小时哦，终于坐下来了、哦，实在是太多人。好，那我点的这个是吉上海鲜冻哦，原价600，然后特价300。啊，这个店里的味噌汤哦，应该被人家料到捞到没什么料了、哦，里面还有一些碎鱼肉。味噌汤那个鱼味蛮鲜的哈，可是看不到鱼，因为被捞光了。好，那这个80分，还蛮鲜的哦，鲜味跟味噌味差不多重。好，这店里还有这个热的茶哦，但是喝不出来什么茶，茶味很淡。好，这60分。全这个冻拌面有几种鱼啊？那个味道就在变了。就是几种鱼肉这样。对对对。那几种鱼肉？几种鱼肉？先等一下哈。等一下。有10种。对对对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店员可能太忙了，他没有办法跟我很细数说你里面有什么材料。好，总之前面这个是腌制虾2只啊，然后看得出来的有尾鱼，有红干吧哈，然后鲑鱼卵，还有生干贝。可能详细要在网络上看，它网络上好像有写。好，那正面再看一次哦。哦，因为今天这个位置的问题，又只能从侧面照了。好，那上面还有一些污泥哦，那个海胆卵。海胆卵很新鲜哦。这个是那个瓦萨比，等超久了，已经等超过一个小时了。然后这应该算是生食级的干贝了啊。很甘甜哦。然后这个刺贝啊。海产也是像我上次去那个韩馆招数，可以烤给我们吃的。我想烤一个帝王蟹跟一个大港贝。它鱼料都很新鲜哦。鲑鱼卵。那这个，然后那这样我们俩自己去啊。那你想买？应该是花枝啊。好吃，很新鲜。小心哦，还不好意思，谢谢。
总之鱼料都蛮新鲜的。总之好像不知道是不是叫水蒸哦，蛮好吃的。哦，这样，尾鱼。然后呢，这个又看不出来了。鱼肉的颜色看起来蛮漂亮的。好吃。在这个确定的了，鲑鱼。看起来蛮肥美的哦。不好意思。在这个呢。虽然我摆的没有很漂亮哦，那这个甜虾吧哦，还蛮大只的，差不多有跟我手指一样粗哦。好，我尽量展现出它的长度哦，长度大概就这么长，然后。差不多比我的手掌再长一点哦。如果含头的话，然后只有身体的话，大概就是跟手掌一样长，所以这个还蛮大只。好，那今天这样排队，这样这个虾就值得了，那这么长。因为他们是念剑桥。好，这里面虾膏。好像不太能对焦。好，里面是这样，肉也蛮多的。很甘甜的。先吃个原味的看看好了。真的很甘甜。好，最好吃就是这个虾哦。吃起来感觉像水果那么甜哦，像水果那么甜，然后虾肉还有点脆脆的这样。还有一只哦。这个虾很好吃。蛮紧实的哦。不是我们这次行程没有去。这个真的不错。这样应该很清楚了哦。我觉得这个东莞面最好吃就是这个虾子哦，这个虾子最好吃。可以说的吗？要等你帮好吗？先拿。再次看这个饭哦，鱼料都很好吃。这个饭是粗饭，稍微有点紧实哦。好，那整体的分数的话，我觉得我要给它，因为家中等很久哦，好，95分，还算令人满意。好，这个齐昌洞蛮不错吃的，好，虽然感觉上没有很大份，但是鱼料很新鲜。好，那这个就是齐昌洞的部分，还蛮不错的哦。好，我刚吃那个就是齐昌海鲜洞哦，原价600元，然后现在特价300块哦，以300块来讲，它这样很超值哦。可是我原价600，我又觉得有点小贵了。好。那这是这一间的名片哦。好，那我今天来的是这个中和锦屏路这一间店哦。目前它特价的话，明天还有一天哦，明天剩最后一天。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，要等非常久，大概从你等拿号码牌到吃到，大概都要超过1个小时到15分钟，1个小时15分钟以上哦。好，那蛮好吃的啦，只是差是在说。真的等的会比较久哦，
好，那各位有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好，拜拜。